下午几点了？你三个孩子为什么还没回来？吃团圆饭吃不吃？不如我们边吃边等吧。就我们几个，还像是吃团圆饭吗？ 你以为你是周董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吃团圆饭吗？我不管，今天一定要把它搞定。长命功夫，长命坐。别管那么多，继续开工。来坐。 你不想过年变成可要团圆啊？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回家吃团圆饭？Amazing things happen when you say. Who say cut? It's yes. I say cut. 好，收工过年。啊，是人。阿公怎么那么厉害？知道我们在哪里，一定是你出卖我。不是我，阿三是不是你？我？当然不是我啦！你傻你。 僵尸谁哦？别以为阿公我不会上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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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 Jack Lim 林德荣也是阿一、阿二和阿三，在此恭祝大家新年行大运。I need the fun, wish everyone 年年有余。我们和 Yes 全体同仁恭祝大家过个好年，阖家团圆。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。